Hello， 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第四集，增长是否有尽头？2018年，曾有评估机构表示，到2030年，这家流媒体巨头的用户有望达到3-6亿。在内容型、通讯型 APP 市场上，已经有一些过10亿的平台。但考虑到 Netflix 的用户基本都是付费型，3-6亿算得上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了。我们无法预计 Netflix 能否在未来10年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速，但如果要回答其增长是否有尽头这样一个问题，或许还可以换一个维度来看看平台的留存能力。数据显示， Netflix 的用户流失率保持在 9% 左右，这个近乎奇迹的数字是如何实现的呢？作为一家订阅服务提供商， Netflix 每月都面临着用户可能选择取消订阅的风险，提供了用户愿意付费观看的优质内容当然是首要的因素，而上新通知、连续包月优惠等则是 Netflix 等流媒体平台普遍使用的留存手段。但除此之外，关注用户体验，让用户持续上瘾，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下面具体谈一谈Netflix 比较有代表性的用户留存打法。第一，在功能上， Netflix 一直很注重倾听用户的需求，并根据需求去改善用户体验。举个例子，2019年， Netflix 在安卓操作系统端推出了倍速观看功能，为用户提供了 0.5x、0.75x、10x、15x 等不同倍速的观看选项。今年8月1日， Netflix 将这项功能覆盖至所有端。据 Netflix 透露，这一功能的诞生是出于用户的强烈要求。同时， Netflix 表示这一功能将为听障人士带来裨益，通过降低播放速度，更多的听障人士将能更好地享受视频内容。倍速播放在中国观众看来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在美国业内也引起了一些反对，因为这一功能破坏了影视内容的完整性，被视为对作品艺术性的伤害。但至于 Netflix 的产品体系和营销语境下，这项功能最终却被升华到了以用户体验为核心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层面。第二，由于成本的增加，近年来 Netflix 一直在涨价，但是为了照顾和留住老用户， Netflix 的最新定价一般都对老用户延迟生效，这是一项值得仔细观察的留存策略。其如何发挥作用呢？以2019年的一次涨价为例，当时 CNBC 曾报道，为了对视频内容进行更好的呈现， Netflix 决定将美国地区的订阅价格增加 13% 至 18%， 基础服务订阅定价由$8加至$9，高清和 4K 的价格则由$11和$14分别加至$13和$16。即便这一新的定价仅针对美国这一成熟市场，在当时依然迅速影响了 Netflix 的用户增长情况，而老用户延迟生效在这时候承接了一些压力，产生了兜底和缓冲的作用。第三，在 Netflix 有专门的团队研究用户的浏览和观看习惯，从而对用户个性化需求进行最大满足。整集的用户量是多少？用户观看上一季与新一季之间间隔了多长时间？用户在何处暂停和快进？用户给视频的打分和用户的搜索词是什么？这些用户画像已经十分成熟。比如，在为纸牌屋推送预告片时，针对不同性别、职业的用户群体， Netflix制作了不同的版本。除了以上这些，为了防止用户流失， Netflix 还在不断进行着测试和完善。今年5月， Netflix 宣布将向过去一年未使用过该平台的用户询问是否愿意继续保留他们的订阅，如果用户没有回复， Netflix 将自动取消该订阅。 Netflix 产品创新部门的负责人 Eddie Wu 表示，对那些订阅了 Netflix但在过去一年没有收看任何节目的用户，我们要求他们确认是否需要保留会员资格。这一举措在一众推行自动续费服务的平台中显得不同寻常，看起来非常具有公益性。
也彰显了 Netflix 为用户着想的价值主张。但从留存角度来看，这本质上是一种唤醒策略，其理想结果是提升平台用户活跃度。而根据 Netflix 数据，到2020年一季度，其183亿的全球用户中，非活跃账号不到总数的 0.5%。 在新内容推送方面， Netflix 也体现了一种礼貌的克制。目前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 APP 设置两种方式关闭通知推送。 Netflix 表示，应该让用户不被打扰，除非他们并不反感这些消息问候。总而言之，无论是拉新还是留存， Netflix 围绕用户增长建立起的一整套体系，在过去23年中始终发挥着巨大作用。对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消费符号的 Netflix 而言，保持增长依然很重要，但持续增长永远是挑战。不断激化的流媒体市场竞争，给这个奔跑了23年的巨头带来了更多变数，但归根结底，掌握了用户疯狂增长的规律，也就掌握了这个市场的财富密码。